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这个诈欺犯罪的手法层出不穷，让人防不胜防。在今天的节目中，为你邀请到一位火眼金睛很厉害的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要带大家一同来探讨诈欺犯的当前趋势以及新时代打击诈欺的最新策略。我们热烈欢迎基隆地检署检察长李嘉明李检察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检察长好，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哦，可以邀请到我们的李检察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都知道这个诈欺真的犯罪非常的严重，严重到连儿少都骗。根据家福儿少网络使用的经验调查，有将近四成的儿少遇到网诈，20%遇到被骗金钱或是个资。所以我们要请教李检察长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诈欺犯罪的数量趋势，还有有没有办法来阻止诈欺犯罪的蔓延。好的，那我在这边就先分享一下这个根据这个各方面的数据所显示诈欺犯罪的情形哦。那根据刑事警察局在2013年7月11日所发布的我国的刑案统计哦，那诈骗案件的数量在109年是23054件，2010年是24724件，2011年是29509件。到了2012年就上升到37984件哦，所以真的是109年到112年来看，案件数量是快速的成长。那依据审计部在上个月7月29日发布的决算报告啊，那诈骗的金额在109年是42.5亿，110年是56.1亿。到111年是73.2亿，到了112年是88.7亿哦。哇塞，短短3年翻倍成长。没错，是超过了112年，超过了109年的2倍哦。所以说，确实在109年到112年的数字来看，诈欺的数的严重是一直在往上攀升哦。但其实我们行政院是有注意到这样的情形哦，在112年的6月，去年6月，然后核定了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的1.5版哦，那也成立了打诈办公室哦，希望借着公司合作啊，公司协力，然后从试诈、赌诈、主诈、惩诈4个方面去着手，来全面的降低这个诈欺的受害事件哦。那我在这边，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今年的数字哦，但是我可以先分享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基隆地检署案件的这个数量哦。那这个是我们基隆地检署收案诈欺案件的情形哦。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到了这个今年开始的案件，确实是有往看那趋势图是有往下掉的趋势哦。那到了113年7月哈，那这个下降到205件，及162件。所以当然这只是一个我们一个基隆地检的一个数字，但是我是很希望这个数字代表了我们台湾的诈骗哦，已经有了往下走的趋势，这是我一个期待啦哈。那希望这也是代表全国趋势，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今年的诈骗的数字出来的时候，确实呈现一个往下掉的情形，这是我期待的结果。谢谢。是，哎，真的很令人期待这个数字可以往下掉。不过，真的是被骗的人真的是非常心狠痛，不管是被骗情或者是被骗钱。那刚才检察长有跟大家分享到行政院的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主要是试诈、赌诈、主诈还有惩诈这4个面向哦，来达到全面降低诈欺受害事件的目标。那我们要请教检察长跟大家分析这4大面向。好的，那简单的说哈，试诈就是指在教育宣导面，我们希望能够中央跟地方结合，公司协力一起来推展这个反诈的观念，然后加入法治教育的课程，然后希望全民都能够建立防诈的知识。那我今天在这个节目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试诈，能够一开始就知道，对，就不要被骗哈。那再来就是赌诈，所谓的赌诈就是指在电信网路面，因为现在的资讯非常的流通非常的迅速哦，那我们会希望说能够说在这个所有减少这个民众去接触到诈欺讯息，好，包括说所有的
不管是手机简讯，或者是所有的网络的讯息，或者是所有的电话都能够减量，这是我们在堵诈希望达到的目标。那另外在阻诈的方面，我们是希望在汇款的金流面，这些赃款，我们希望他们这些被骗的人的钱他交不出去，他交出去了以后，我们可以把他拦阻下来，让诈骗的集团没有办法拿到这一笔钱，这是我们在阻诈方面要做的努力。那最后就是地检署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惩诈，我们在侦查打击面方面希望检警调大家一起合作，确实的严惩诈欺犯罪。这个严惩是包括诈欺犯我们要抓得到，抓到的话我们要判得重，而且抓到的话我们也要他做赔偿。当然希望在这四个面向的努力之下，我们的诈骗真的能够渐渐的往下掉。是，真的就是要把诈骗的案件往下掉，不要再让它发生，不要来这么多的受害者。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个宣导影片，就是我们的洗钱防治。喂，伯母你好，我是法院书记官，您的账户可能被人盗用了。没有，为了您的清白，你要将账户里的钱领出来，检察官会派人过去收钱代管。我会赶紧把钱领出来。多谢书记官，多谢书记官。你嘛较拜托嘞，你会当去找一个头路无？莫安尼一直耍手机啊啦！喂，宋长，哎、欸，亚弟，我好康哎，别来钱，去帮我取货，可付你三万。这样好康哦 ，OK OK， 好。哎呦，你实在哦，你。你变成车手后，就会收到上面的指令。你收到上面的指令后，就到捷运站的置物柜拿提款卡。你拿到提款卡后，就去 ATM 自动提款机开始提领现金。你提领现金后，就会接到电话，来到一栋高级住宅。你来到高级住宅后，就会将到领的现金投入指定信箱中。你将到领的现金投入指定信箱后，就会收到新的指示，去一户人家取货。要找啥？有啥物代志？我是法院派来收你儿子保证金的，这边过目一下。这里面吼是150万哦，啊，阮囝拜托您哦，拜托姐哦，拜托你了哈。你拿到牛皮纸袋后，就坐上计程车来到捷运站。你来到捷运站后，接到电话，就把拿到的牛皮纸袋放入指定的置物柜。你放入指定的置物柜后，准备离开，就接到妈妈的电话。我领出来钱吼，都给检察官的人啦，啊，一切都钱都走嘞。我听人讲哦，这个真侪在洗钱的车手啦，要安怎啊？我你接到妈妈的电话后，恰巧被埋伏的警察逮捕，发觉同伴吃大餐，你却吃牢饭，全家都受害。当车手，帮人洗钱，自己受罪。别让你的人生像轰出去的全垒打一样，再也回不来了。年轻人，赚钱自己拼，帮人洗钱爽爽赚，有现金。犯罪集团为了洗钱，会吸收利用大量的年轻人。你当车手，爽爽赚；你被抓，害全家。洗钱集团只会把你当垃圾踢走，继续找其他替死鬼。记得，判起右手，别当车手。就是呼吁所有人真的不要当车手，因为真的很容易就直接第一线就会被抓走。那刚才看到其实当车手好像都知道自己在当车手这一件事情，那有的车手是不是完全不知道，这我们就不晓得，我们要请教检察长跟大家分析。其实哦，大部分吸收当车手的人大部分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因为他必须去伪装自己的身份，同时他必须要提供给被害人一些虚假的资讯，所以他们当然有时候抓到车手的时候，他们会说他们辩称自己不知情，但是其实就我们的经验来看是可能性是很低的。好，那其实以基隆地检署为例哦，在112年我们就有申请羁押了108人哦，
那其中大部分都是车手哈。那这个其中104人法院是准许羁押哈。那2013年就今年的1到7月，我们申请了羁押34人哈，那法院是全部都准哈。那为什么这些车手即便他否认，法院也会准，法官也不相信？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影片所显示的，他一定有他自己知道，他并不可能是完全不知情的。那再来，我们也发现这些车手常常刚做完一笔，甚至被别的法院放了以后，他隔没多久，可能隔个1天2天一个礼拜，立刻就来继续做车手。所以我们也发现他们有一直反复的实施犯罪的可能，所以这样的案子在申请羁押的时候，法官都是会支持的。所以也是，所以说我才刚刚看到说这个申请羁押法官几乎都会准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真的奉劝大家，就像刚刚那影片所显示一样，大家真的不要冒险去当车手。对，真的不要冒险当车手。而且刚刚在影片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他就把一个现金直接投入到一个高级住宅户的信箱里面，因为他们要利用那笔现金去洗钱。而说到洗钱这件事，真的诈骗集团真的是防不胜防。一块来看看这个国内首例，他们去租了录音机藏在家中帮诈骗集团洗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看看。霹雳小组全副武装，持破坏工具进行攻坚，随后在嫌犯家中搜索。这个犯罪集团专门帮诈骗集团进行洗钱。刑事局经过深入追查，在双北及花莲等地逮捕拘提主嫌与共犯共12人到案，并起出大型录音机，作案用手机、笔电、冷钱包及点钞机等。女性嫌犯开以人头公司开设立银行账户，接受诈欺集团以假投资等名义诈骗被害人，声称汇入这款项，并遭由张姓嫌犯转为虚拟货币打入境外钱包。现金存入之后，不用透过银行的话可以换成钱，他就不用再走银行这一套，可以规避这个银行的大额通报的管理。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违反诈欺组织犯罪条例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及张姓祖先各以100万元交保。刑事局表示，近来在社群媒体常有投资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的广告，提醒民众一定要谨慎思考，小心求证，以免受骗损失辛苦的血汗钱。哎，真的，这是检警调合作一起来破了这个案子，就是要让诈骗集团无所遁形哦。那刚才说到这个诈骗诈欺，其实都是有第一线的车手去取钱。那大家看到的都是台面上，都是大家抓到的车手。但是我们要请教检察长，这个隐身在幕后的诈欺主嫌是不是曾经也有抓到过？好的，那这个其实真的是我们检警调是不管是车手或者是幕后诈欺主嫌，都是全力的侦办。其实这也对我们的业务造成非常沉重的负担。那在以我们基隆地检署为例，我们108年收案只有11036件，到了112年，我们去年全年收案是17884件，差不多。我们的案件在这112年跟108年比，增加了62%，而这增加的案件几乎就是诈欺案件的贡献。那这个其实法务部也为了这样的一个诈欺案件的膨胀，为我们争取了设置那个检察官助理。那我们目前地检署有3位检察官助理，那现在又要加5位，下礼拜一号8月12号还有5位要来报到，等于是地检署为了处理在案诈欺案件多了8位的助理哦。那我这个要强调，是我们绝对不是只有抓车手哈。那在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在2012年的6月到2013年的5月啊，那全国查获电信诈骗集团总共是2253件，那指标达成率达到125%啊。那在2012年7月到2013年5月为止哦，那调解的件数是7162件，和调解金额是15亿9133万多元哦。那我要讲的意思说，我们是也是包括查诈骗集团，绝对不是只有抓车手。那所谓调解的案件，是我们希望这些诈骗犯能够
有能够拿出钱来赔给这些被害人。那当然大家看看，我们统计起来只有15亿，可是一年诈骗的金额我们刚刚统计是88亿，好夸张。对，所以说其实能够拿回来金额其实是很低的，很少，已经被他们花掉了。没错，对，所以说呢这个，但是我们还会再继续努力下去啦。那有关于这个金融地检署的打岔成绩哦，我们是在去年的今年我们全国有一个打诈专案，是在5月24号到6月14号。那在第一波的打诈专案呢，我们金融地检署也查获了诈欺集团的洗钱处所2座，那查获犯罪所得汽车2辆，好，其中一辆是玛莎拉蒂，好，然后起诉的车手是17人，人头账户也有查获34个，好，所以说不管是在我们金融地检署，或者在金融地区，或者是在全国，大家都是全力在侦办这些案件，不管是人车手、人头账户，或者是背后的诈欺集团，我们都是尽全力在办。希望大家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是，真的不要心存侥幸。而且我知道，其实我们的公部门还有力气哦，就是 M 化车，对不对？这是什么呢？好的。那主持人的问题我也跟大家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其实上个月立法院三读通过，然后并经总统公布的打诈四法，好，那打诈四法就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这个在办案方面哦，修正了刑事诉讼法，那就是设了一个特殊强制处分的专章，里面就有包括 GPS 的使用，然后包括了 M 化车，那包括了热显像仪，这些科技设备会来协助我们在办案方面，给我们是我们给我们增添的利器。是 M 化车还有热显像仪的法制法，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反正诈欺这些嫌犯他们在这一个房子里面，其实都会被看到。那其实最主要是这样 GPS 是大家都知道吧，对，那有的人是甚至有夫妻之间要抓奸，有的人就会违法在、在这个配偶的车上装 GPS 来掌握配偶的行踪哈。那我们办案上面一定要有法律的依据才能使用，那这一次的法律给我们检警调使用 GPS 的法源依据。那 M 化车呢，是就是我们可以去侦测这个讯息，就是说手机的这个电讯讯息，那大家知道现在几乎是人手一只手机嘛，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用 M 化车就可以侦测到说这里面这些讯息的来源，甚至如果说一个建筑物里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持有这只手机的人他是在第几层的哪一个位置。这 M 化车，那如果说这是过去可能使用就会有违法的疑虑，其实早就有购置了，但现在法律已经给我们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使用 M 化车。那再来就是热显像仪，热显像仪可以在我们不进入这个建物的状况，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建物里面有哪些的这个生物 或哪些的人在里面。那再来就是说，甚至包括说，哎，我们有时候诈欺集团会把人去拘禁在里面，被害人就是他为了使用他的比如说账户，就会把这个人拘禁在里面。哎，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人在里面？这里面有没有人需要去营救？那在这些情况下，这个热显像仪也可以派上效用。所以说这另外呢，在加一个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也可以让我们检警去调取网路流量记录，那这些都将来都会变成我们追查这个诈欺集团的犯罪的利器。是，这些犯罪利器，因为以前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隐私，但是目前就是根据我们的案子需要，这些全部都是警方会来侦办的一些利器，所以罚火眼金睛这一件事情真的是会做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检警调很认真很努力的去突破这些诈欺集团，但是嫌犯到了法院有被重罚吗？我们要请教检察长。对，过去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是什么就算是一审重判二审轻判，对不对？三审猪脚面线，然后对不对？类似这样子。那像我们就是说这一次我们在也是在刚刚提到的打诈四法里面特别增订了一个，就是这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好，那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的增订哦，就是加重了诈欺犯的处罚。好，
那在过去呢，这个诈欺犯呢，可能就是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是修正后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呢，就会把这个如果你诈欺获得的金额在500万元以上，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还可以并科300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你获取诈欺获取的金额获得利益高达1亿元以上的话呢，可以处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可以并科新台币3亿元以下的罚金。所以说这个诈欺的罪责变得重很多。另外在这个如果是诈欺的组织犯罪的话，在一般的组织犯罪条例，如果你去发起组织操纵指挥，总而言之就是诈欺，这是一个犯罪组织的头头，那我们过去的刑责是3年以上10年以下。但是如果这个团这个组织犯罪是以诈欺犯罪为目的的这种诈欺的犯罪集团的话，他的头头我们这一次呢加重这个处罚到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说这一次不管是诈欺集团的头，或者是你从事诈欺犯罪的刑责，其实经过这个条例的修订以后，都提升到非常多，要让大家来做这一方面的了解。是，所以就是关于这个刑度提高的规定，都说明了政府真的很重视这一件事情，也已经修法补足了这一部分。就是奉劝有意要从事诈欺行业的人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而刚才我们谈完了这个惩诈的部分，李检察长是否跟我们再聊一聊阻诈的部分呢？好，那所谓的阻诈啊，就是刚刚我有提到了，就是说呢，希望能够挡金流，希望能够呢阻截这个诈欺汇款的流向，来降低民众的财产损失哦。那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我相信主持人还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哈，就说比如说呢，你如果去现在去办一个金融账户，可能银行部分会一直询问对你身份的确认。还有对于这整个流程会严谨很多。那另外如果说有人去提领大笔的款项，那可能这个银行也会问说啊，你的提前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你是准备做什么使用？甚至他们如果有所怀疑的话，他们会通知警方到场来协助。那甚至有些被害人对于自己被骗的情节深信不疑，所以说还要经过很久的劝说，还要才会了解到自己其实是被骗。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我们呢就是在政府也是在这个阻诈的部分也是也是非常的用心哦。那这里要提醒大家，阻诈要靠全民，很多人把自己的账户提供给别人，交给别人使用，这不但是犯罪，而且呢有时候不小心交给别人，你后来也要解释很多，那涉及到我们的检察官法官相不相信你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交付账户。所以说大家的账户也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的账户成为这个诈欺集团利用的工具。所以说阻诈是全民的工作，我希望大家一起来阻诈。是，哎，真的不要随便把账户交给别人。像我就有碰到一个案例嘛，他就是他现在就是终身都不能办信用卡，然后因为他之前不知道是不是有知道还是无意不知道这件事情，他的账户就是被诈骗集团利用了，所以他现在就是领薪水他都只能领现金，而且终身不能办信用卡这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刚刚就跟检察长在节目之前有讨论一下，其实多多少少他们都觉得他已经是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我们在办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如果诈欺集团说真的他可能觉得他自己也是很辛苦的来诈骗到这个款项，那他一定是要辛苦诈骗到的款项，他一定要实际要拿得到。对，那他如果像他如果汇到我的账户，他有办法从我这里拿去吗？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诈欺集团他一定是汇到一个他能掌控的账户，能够确实能够提领他自己能够取得的账户，他才能够确保他诈欺的所得。所以说如果常常有人说啊，我不知情啊，我是什么样的情况弄掉的，有账户掉了被人家利用，有时候我们都不太相信，因为你账户掉了他诈欺集团敢用吗？
诈欺集你只要一去申报遗失，他什么钱都领不出来了。那他诈了半天，不是什么都没拿到？对，所以说我们会觉得说，大家要注意，就是不要提供账户给别人，尤其不能给任何陌生人。对，最主要就是不要成为诈欺集团的利用工具哦，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账户提供给任何人。那刚才试诈、赌诈、助诈、惩诈这四大面向嘛，就是我们现在新时代的打击诈欺的策略。我们刚刚从后面往前聊，那现在我们要请检察长分享一下政府在赌诈方面有哪些作为。好，所谓的赌诈就是从电信网路面哦，去这个毁掉这个传递的工具哦，那阻断资通犯罪的工具，减少民众去接触这些诈骗讯息哈。那这个这个有关于这个阻诈的部分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的困难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讯息流通实在是太迅速，而且资讯量非常的大哈。那所以我们这时候呢，我们政府是有去跟电信跟网络业者去联系哈，去合作，从源头去拦阻这些诈骗的讯息。那其实在上周哈8月5号的这个刑事警察局有发布哈，那在赌诈方面，他们有跟 Meta 哈，就是以前的脸书哈，还有 Google 这些网络的广告龙头业者合作，建立广告下架的绿色通道哈。那只要刑事局一通报呢，这些网络的广告业者就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呢，就会下架这些疑似诈骗的广告哈。那在今年的第二季到第四月到六月就今年的第二季，警方总共通报了 Meta 哈下架的广告超过40000则，那通报给 Google 下架的诈骗广告总计1466则。那政府在赌诈方面也是用尽全力，希望民众能够尽可能的减少接触到诈欺的讯息，但是这部分其实真的就像刚刚讲的非常困难，因为这个媒体太发达了，那这个各种的 Line 啊，社群媒体，对对对，脸书等等，就是太多了。所以说政府虽然尽力赌诈，但是还是要拜托各位观众仔细的去研判这些讯息的真实性，不要被骗。是，所以刚刚可以看到，就是不只是投资被骗，或者是在任何情况下被骗，连找工作都会被骗哦。就前一阵子不是很流行的那个被骗的，就是去柬埔寨嘛。我们快来看看哦，贾培德机场的防诈骗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金诈奖，现在颁发的是海外打工诈骗奖，得奖的是。就是你，王大明，因为相信高薪免经验不用会英语，包吃包住包机票，获得了海外打工诈骗奖，连续拿下最佳防守员的行警出现啦。他积极宣导，主动关怀，苦口婆心，用尽一生的爱，只为了换来王大明释放后的自由。行警究竟能否顺利阻拦呢？成功啦！感谢第一线的打诈国家队再度顺利防守。有被诈骗的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有疑虑怪怪的，真的就赶快打电话165反诈专线。我们要请教检察长跟大家分析一下，其实在这一个部分，国外的车手部分，或者是要跨境到国外去打工，这种很优惠的方式，是不是都是一种警讯警告？没有错哈。那这件事情在去年也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哈，就是有他们在这个最主要很多的东南亚地区哈，去设立这个诈骗机房，然后把我们国内的民众呢，有时候是有些民众是知情的哈，少数群众，可是也有很多民众是不知情的，以为是到国外去从事正当而且薪水丰厚的工作，结果到了国外以后就立刻被控制行动，包括护照等等被收走，之后呢拘束在一个特定的地点，被强迫从事诈骗的工作。那这个部分呢，政府也尽力的去做一些营救的动作。所以说大家在要出国的时候，如果是因为出国打工，一定要注意这个讯息是否真实，那小心不要被骗，被骗去国外以后呢，结果去被强迫去做这种诈骗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呢，有时候真的在人在国外就叫天天不应，真的是就回不来，所以这样的话真的要提醒大家要注意。
对，真的要提醒大家注意，而且有的人是不是被骗去外国当车手这件事，我们一块来看看剪辑掉，就是跨国破了这个案子。专案小组进行攻坚，合力压制嫌犯。刑事局调查发现，有帮派背景的陈姓主嫌与日本诈骗集团合作，由日方假扮检警诈骗日本长者，再由陈姓主嫌指派台籍车手赴日取款洗钱。初步估计有30名日本长者受害，骗取金额超过2亿日元。这个集团的犯罪手法都是由旗下的干部来吸收这个诈骗车手，然后前往日本地区，针对日本的假检警的被害人来做一个面交的提领，出乎他的被害金额超过2亿日币。刑事局进一步发现，台籍车手到日本后，吃住及交通都有人处理安排，滞留1-2个月，密集提领赃款后就离境返台，让日本警方难以查缉，像打工度假一样。在台诈骗集团干部则透过通讯软体要求车手定期回报，他们就会透过通讯软体来要求车手来进行定时的安全回报，看有没有被日本警方查获，他们可以去做相关的应急这样。在台日警方合作下，共有10名嫌犯在台日两地落网。刑事局方面表示，将持续清查相关被害人资料，通报日本警方及时拦阻。真的不要心存侥幸，现在有很多跨国诈骗，不管怎么样都会被看到。那刚才谈到就是要谨慎判断各式各样的讯息，应该就是检察长说的识诈，我们要从教育宣传面来让全民认识诈欺的手法并加以防范。目前在地检署侦办的案件中，有没有哪些诈欺常见的类型或特殊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那第一个其实最大宗的诈骗的形态就是投资诈骗。那投资诈骗，我在想，就是大家所有的这个一般的民众，可能听到了一些非常这个优渥的一些报酬率的情况下，然后就会在不慎的就去把金钱投入，然后就被诈骗了。那举例来说，像我们的案例里面，有些就是在讯息里面告诉你说啊，我们的博弈平台啊多好赚，那大家一想到博弈好像很好赚哦，就是会怀疑啊，投资虚拟货币大家一知半解，但是觉得哇，这虚拟货币一定是很有机会这个赚钱的管道。那另外包括什么各种的，还有什么精品代购哈，你投资一个钱，我们从事精品代购或电商平台，那这些呢都是会觉得让他觉得说啊，好像是一个很有机会赚大钱的一些管道，然后就投资进去，然后钱就再也看不到了。然后再来，我们还有这个，有的人就伪装说啊，那个我是怎么投顾经理啊，甚至冒名这些知名的财经人士啊，说我要帮你这个股市代操啊，然后帮你这个投资啊，一定大赚钱啊，我什么跟什么金主合作，甚至自称是什么营业员啊，我这个投资管道稳赚不赔等等的。都非常常见。还有呢，甚至我们最近还看到一个赚小钱的，他说诱骗那个被害人去下载 APP， 然后说哎，我们只是这个从事这个电影票的抢票，然后只要电影票抢到票的，然后我们立刻会转售出去，会有价差，一定会赚钱。这种各式各样的诈骗投资手法充斥，而且这就占了我们所有的诈骗的大宗，可以说是应该一定是50%以上。所以说真的是大家真的投资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都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你可以在对方完全不知道是谁的情况下丢钱进去，他就会回钱给你，有的甚至放长线钓大鱼，一开始回给你一点钱，但是到了后来你真的大笔金额下去的时候，就再也联络不到对方了。是真的。就有 YouTuber 曾经就自己拍过嘛，他就加入那个 LINE 上的那个投资诈骗群组，他就自己投进去，然后先投一点点钱，然后他就开始计时吧，我印象中开始计时，然后他短短16个小时他10几万就不见了。然后他其实透过这个影片就是要告诉大家，当你的投的钱很多的时候，放心，对方马上就会立刻消失不见，你之前的什么很多的金额会回报，那都是虚假骗的。所以一块我们来看看这个投资诈骗片，全民一起来反诈骗。投资标股，迈向财富自由，欢迎你，让我带你走向成功。哦，跟着老师就赚了10万哦，我刚赚到人生第一桶金了，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50万包你吧，只有10个名额。我要加。网络投资陷阱多，稳赚不赔是诈骗，欢迎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所以只要听到有钱的，真的是心里就要好好的想一想，哎，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要请检察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金融最大宗的就是我们的投资诈骗。对，那这个投资诈骗其实不只是基隆啦，哈。那根据这个刑事局的统计结果呢，这个最常见的诈欺手法也确实就是这种假投资，就是告诉你说去投资啊，其实根本就没有投资的这一回事，哈。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会说，哎，最近非常常见的一个诈骗形态是解除分期付款。他会跟你说，哎，你的已经这个设定了分期付款的，那你是不是什么样的情况就要诱骗你去操作这个提款机？那其实这个根本就是他就是要借着他的引导去让你去操作提款机的过程去把钱汇出去。所以因为这个是一个最近非常常见的一个诈骗手法，所以在这里也要提出来提醒大家，真的要提醒大家，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就有假券商诓买未上市的股票，居然有9个人就遭骗上6000万。除暴特勤队破门而入，攻坚逮人，并搜出大量纸本股票，还有一叠叠客户资料。40多岁的安信主嫌组织诈骗集团，在台北市一处商业大楼内设立投顾公司，招揽营业员，随即打电话给民众，以医疗生技业未挂牌公司股票诓称未来上市上柜后前情可及，诓骗被害人投资，实际上却全都是虚构的。经查，非法的证券商招揽大量的业务员，公司设在台北市的商业大楼，主打生技医疗产业前景看好，并以各种话术向被害人推销未上市的股票，但是经查证都是虚构的，该公司并没有任何的营运业绩，也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上市柜的记录。除了谎称名人也有投资来加大说服力度，诈骗集团还透过嘘寒问暖的方式向被害人行销，并要求民众以面交或汇款方式缴钱。目前已经有9个人向警方报案，初步估计诈骗金额超过5800万元，其中有位女士就被骗了3500万元。成熟之后，在今年的3月5号、6号，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同步搜索具体嫌犯、安信嫌犯等17人到案，并且查扣现金新台币近50万，手机、电脑、股票、交战守则等证物。那目前经查已经有9名被害人，诈骗金额高达6000万元。刑事局已经依刑法诈欺罪、证券交易法、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条例，将全案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现在诈欺手法真是层出不穷，刚才是那个股票的嘛，大家骗大家去投资，那现在呢连 AI 都运用上了，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个破案的，就是诈团用智能合约来骗取授权。特勤队干员全副武装进行攻坚，4月8号到4月19号，刑事局执行打诈行动专案，共破获11个诈骗集团，逮捕176名嫌犯，并查扣现金、外币、黄金及市价超过3亿元的虚拟泰达币1000万颗。其中以诚信主嫌为首的诈骗集团，透过智能合约骗取被害人授权，再将虚拟货币转到诈骗集团的电子钱包，初步估计有超过50人受害，受骗金额超过4000万元。这被害人他都是这个依照这个诈骗集团的指示，然后来去申请个人钱包。然后其实这案件比较特别的部分是，诈骗集团会骗取这个被害人钱包的授权，然后将被害人这个电子钱包里面的虚拟货币把它转走。所以呢，其实很多被害人跟这个私人币商面交之后取得的款项，会打到这个被害人他自己所有的钱包里面。但是被这个诈骗集团会在取得授权之后，将被害人的款项全数转走。刑事局方面呼吁民众，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出新，对于网络上分享投资虚拟货币并由网址下载非官方 APP 或推荐与自称币商的民众买卖交易的投资诈骗手法，一定要小心谨慎，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查证，以免受骗。
这种投资诈骗真的是防不胜防，因为不晓得他会用什么样的话术话语，甚至连一些合约电子你点进去说不定都还有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查证查证再查证啊，打165把这个网页送进去让他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要请教检察长。其实真的就是投资的所有的投资诈骗都会营造一个非常丰厚的获利，那甚至这个丰厚到很多我们遇到的被害人他跑去外面去跟人家借款来去给投资，然后其实是被诈骗，然后这样的事情一发生他最后发现是诈骗的时候他整个感觉上他整个人生都变黑白了、所以说这个如何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诈骗要怎么样的防范，就是大家注意就不要，总而言之不要贪，你不要认为这个投资会有这么容易，然后会有这么高的获利，那它有这么好的好康掉到你身上，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要真的要非常谨慎。是，所以想赚钱还是建议大家去买乐透比较安全，对不对？买乐透。好，那说到这个诈骗，其实方式很多，刚刚看到是假投资，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个爱情诈骗，我们全民一起来反诈骗，来看爱情诈骗片。依洗钱防治法，判你有期徒刑6个月。网络交友要谨慎，小心沦为洗钱共犯。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哎，真的哎，这个当那个感情一来的时候，其实就会头昏脑胀，很多事情都会相信，但是只要碰到钱，大家真的还是要小心，想一想，想一想，再想一想。我们要请教检察长。没有，就像这个刚刚这个影片看的这种爱情诈骗哦，那本署最近是查获一个诈骗集团的诈骗方式，它就是利用变声器。然后就是男生从那个变声器出来变女生，那其实现在 AI 都有一样的效果了，那他就是让对方以为是在跟一个美女聊天，然后他就是要去诈骗对方的金钱。那其实这种爱情诈骗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统计里面哦，它是属于全国统计诈骗方式的第六名常见的哈。那这个它尤其常见的是国外的哈，还有国外的这个说自称自己是什么哪一国的军官哈，然后就开始刚跟你搭上线，然后说先是取得信任，而且他们会每天的跟你聊天，感觉上非常的关心你。那像有时候就是在一段的时间的聊天以后，这个我们这个台湾的人会觉得说啊，这真的他已经好像感觉上他已经把他视为是自己的男女朋友或是另一半哈。那在这个时候呢，关键的时刻他就出现了，他就开始说啊，不好意思啦，那个我是其实我是一个我现在人在一个战地哦，比如说我现在在乌克兰哈，那我呢这个钱的部分呢有些不方便，有时候是请对方资助他，那有时候说啊没有，我没有要你的钱，我是说别人有钱要给我，可是我在这边不方便，只能收这个虚拟货币。那他可能就会说，那你是不是就你给我你的账户？那这个在台湾的痴心的这一位被害者说好，那我账户给你，就一笔钱，其实是诈骗别人诈欺集团骗的钱，去汇到他的账户，再请他拿着这个钱提领出来去购买虚拟货币，再把虚拟货币打入这一个外国人这个指定的虚拟号，就变成了洗钱的犯罪。那当然他这个情况就是被利用来做洗钱。那再来，现在最近我们也有办到的案子是说他跟你先交友开始联系以后，然后他就说哎，要见面哈，要继续交友，那当你付出了感情以后，他说那你要购买礼物，花钱购买礼物，然后花钱购买金币，哎，
也是有人就这样被骗了。但或许主持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这都是我们在这个侦办案件上遇到的实际案例。是，哎，真的有时候想一想，真的很不可思议。就像国外的那个，大家怎么想就觉得，哎，其实不合逻辑，不太合理。但是到现在还是会有人相信，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说到钱这一件事情，不管爱的多浓烈，但还是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一块来看一个破案哦，就是这个熟女她在抖音交友，结果竟然沦为车手，哎，一块来看看。一名长发披肩的女子因为在银行提款机前徘徊并反复抽插卡片，引起警方怀疑向前盘查。原来这名谢姓女车手在社群媒体抖音与一名男网友交往，对方向她表示因为经商需汇款到香港。被冲昏头的谢姓女子不但提供自己的账户，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家住小琉球的她更为爱南北奔波，12月28号到高雄提领百万赃款交给第二层收款车手，紧接着搭车北上到内湖某家银行提款时被内湖警方查获。本所员警于日前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女子在银行外徘徊且持续操作手机，该女子便提供自己账户供其使用，并在日前帮助其提领百万余元的赃款，而今日更依指示北上提领赃款。警方表示，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恋爱诈欺手法，骗取感情后让对方成为第一线的车手提款。警方已经将全案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要小心，不要轻易提供账户供人使用。真的就是网络交友要非常的小心，小心再小心。就算真的陷入爱情，你只要看到钱，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三思再三思。那说到这一个诈骗案，其实有一个电话诈骗，其实也蛮猖獗的，是不是针对老人家的部分？但是现在因为电话会变异嘛，所以年轻人也会受骗上当。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个全民反诈骗电话诈骗片。喂，老板，我要钱啊！我是红灯撞坏的，你快来帮我！我让警察直接跟你说。现在很严重哦，我建议你私下和解。我要怎么办？你汇100万给我，我账号给你。阿妈，我回来喽。现在怎么样？怎么了？我没事啊。多一份警觉，少一份伤害。欢迎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哎，电话诈骗真的是防不胜防，层出不穷。因为现在因为 AI 科技的帮忙哦，所以你有时候会接到，哎，好像是熟人的电话，但其实不是，又就是要查证再查证。我们要请教检察长，在你看到这么多侦办的案件当中，电话诈骗多吗？到目前为止？那当然还是非常的多吧，你看我们的案件那么多，就是各式各样的诈骗案件都有。那像刚刚这个案例，目前也都最近都还是有，就说，范闲是假装自己是检警的身份，然后说，哎，比如说你的账户涉及洗钱了，那或者你已经被通缉了，然后说你的资料被盗用了，好，那要你交出这个账户或者交出现金，要给地检署监管，那甚至说他也假冒银行说，哎，你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那你要赶快来处理。那甚至也有假冒地检署说，啊，你本人或者是你亲友啊，已经涉案了啊，已经涉及洗钱了，或者涉及什么犯罪了，那你必须要缴交保证金，那我们会派人前往跟你收取保证金。那像这样的案例哈，我们一直强调说，虽然说我们一直宣导说，避免假检警，不要随便的相信有人冒称警察、冒称检察官、冒称法官来去跟你要求什么。虽然说一直宣导，但这项的案例到目前也都还是有。真的，太可怕。那再来就说，如果说我们也真的是非常多的这种电话诈骗，现在也还是有看到说，打电话跟他讲说你已经中奖了，你已经中奖了。那中奖后，你现在要必须要先支付运费跟支付税金。那也许大家会觉得说，这不是很比较老套的这个诈骗的手法吗？到现在也还是有。那也有向对方谎称说，哎，你要那个要开始跟我们玩那个博弈，就在网络赌博。那说你必须先储值。那除职以后呢，他就是听到话，哦，我要去
这个网站去赌博要先处置，啊，其实是假的，一处置下去钱也就没有了，网站也就不见了。天哪，就各式各样的诈欺非常的多，还可以，如果这个主持人有兴趣，我可以再多分享一点。不过要跟大家说，其实不止电话诈骗，我们的简讯其实也有很多诈骗。最近就是缴费的部分，就是台电水公司，他居然发简讯来说，哎，你现在呢，因为差了多少钱，所以你必须要补缴，然后就给你一个网址点进去，哎，很多民众因为看那个钱少少的，就直接缴掉，其实那也是诈骗哦。我们一块来看看哦，缴费简讯要分清楚。台电客服中心，您好，必姓李，编号 A43，很高兴为您服务。台电客服人员李佳仔细的回复用户的问题。这里是台电北部客服中心，客服中心方面证实，近期多次接到用户询问催缴简讯真假。通常用户会先打电话来说，我想查一下我家我有没有欠费，因为我收到一封简讯，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是真的还假的。那我们就会先跟他说，就会跟他先问他贵姓，然后会先跟他确认一下他的用电地址或是电号，我们会先去帮他查是否有欠费。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方面分析，诈骗集团主要都是利用民众定期缴费的习惯，以及对公用事业单位的信任，透过假简讯、夹带连结吸引民众点选。他多半都是利用民众这一些可能固定型的会消费的心态，然后再以不明连结的方式，然后让民众去点选。那当民众他点选了之后呢，他就会出现一个画面，就是要你去输入你的信用卡的这些资讯。那民众他当他以为说，哎，我只是方便我上去缴钱，当他输入了这些资讯之后呢，随即就会接收到一些盗刷的简讯。为了避免民众受到诈骗集团钓鱼简讯诈骗，台电公司与台水公司共同配合数位发展部政策，从今年起在简讯通知设有111短码，让民众辨别真假。台电方面也强调，简讯通知绝对不会设有缴费连结，提醒民众注意。台电的这个催缴的简讯啊，上面是从今年的113年的一月起，我们是使用国家111的简讯通知，上面有111的代号。那我们上面是有欠缴的用户的电费的月份跟电号。那不会有这个简讯上面不会有任何的连结。除了认明简讯短码111外，刑事局方面更建议民众多做一道查证更安心。即便它是政府发送的简讯，也可以再做再三确认的动作。譬如说，如果你要缴税，或者是你有中华电信的账单，你可能觉得哎，收到说我可能没有缴，那你也可以去使用譬如说超商的 iPhone， 或者是做一些比如说 App， 对，做一些 再次的确认，然后确认说自己真的没有缴交这笔费用，再去进行补缴的动作。台电方面则呼吁民众拨打1911客服中心专线确认，避免受骗上当。那事实上，民众如果收到这样外界的这些诈骗的简讯，是可以打电话到我们1911，我们专人都可以确认这些简讯的真伪。当然，我们165专线的反诈骗集团专线也可以来做一些查证。除了分辨假简讯外，刑事局也提醒民众注意诈骗电话，尤其是来电号码前端加冠加字都是来自境外国际电话，如果该来电号码显示是公务机关或者是国内私人企业的电话号码，就是诈骗电话。民众接到这一类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对，大家就是要查证再查证，因为有时候那个金钱小小，你一个不小心转出去，就没想到你的信用卡就被人家利用了。我们要请教检察长，是不是有类似的案例要跟大家提醒？除了刚刚新闻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台水跟台电以外哦，倒是我们地检署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是利用这种欠缴燃料费的部分哦，那他是说跟被害人说，传简讯给他欠缴燃料费，那直接可以点选，然后连结，那直接以信用卡付款。那据说连结进去的这个点输入的这个画面哦，跟真实的画面非常的接近哦，难以判断。那我们地检署也确实有，已经有被害人来这边报案，也确实是有人受害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呢，会用语音通知你哈，那你的健保费欠缴啊，就跟你说哇，您的健保费已经在几月起就欠缴等等的，还用语音的哈，然后再说呢，或者说你的健保卡呢违规异常使用，那一听到这个违规异常使用，所有人接到都会很紧张，自己的健保卡什么问题？那我们请你按几啊，那有专人
人为你说明，那这样的一只要你一跟他说明下去，那他就立刻的就一步一步的来诈骗你的财物或者是个资。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他又这个就利用类似这个公家机关的方式也在做这样诈骗，也有这样的案例。是，哎，这个案例真的是防不胜防。还有一个就是网络诈骗，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个网络防诈骗。这个月我们的目标锁定网购族群，要怎么做？要引导购买，要获取信任，要私下交易，抓住这些重点，人人都能成为业绩王。现在大家跟我一起附送成功口诀：引导消费，免手续费；引导消费，免手续费；转移平台，私讯交易；转移平台，私讯交易。诈骗话术你记住了吗？哎，记住了，我刚刚还以为想说，哎，奇怪，这个反诈骗真的太有趣了，哎，的确就会记住了。我们要请教检察长，这个网络诈骗防不胜防啊。对啊，购物诈骗也是我们诈骗的类型的第三名。第三名。那对，然后就是常常有人也是，实际上他没有跟着买家，根本就没有要卖东西的意思，你就付了款，他根本不给哦。那最后我也还想再提醒一个类型哦，就是说最近有一个类型，就是被害人已经被骗了。被骗了以后呢，又出现另外一个人来联络你，自称是律师或某某公司，说我可以把你前面那一个诈骗的金额追回来，结果呢他又被骗第二次。所以说呢，我们法务部为此呢还特别公布说，我们的法务部网站可以去查证有没有这个律师是不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这个也要再提醒观众朋友特别要注意，真的是防不胜防。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查证再查证。今天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而且还有政府的四大打击诈欺策略，到最新通过的法律修订，再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采取的防范措施，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嗯，非常感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我们大家一起来反诈骗，谢谢。对，一起反诈骗，我们下次见喽，拜拜。